我可以先吃一口这个再听你的吗？你先吃一口咱们再吃吧吃吧。Hello， 这里是你们的可可呀，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家我的宝藏春饼店，就在我们学校附近，我已经走到他们家门口了，就是他就是他。吃啥呀？满蒙羊肉粒。对啊。还有啥？凉粉儿。不是，人家不叫凉粉儿。东北大拉皮。对对对对对，麻酱拉皮。还有啥？香辣肉丝。我觉得够了。差不多了，两个人够了。Later。这个拉皮真的是我爱惨的一个拉皮，没有任何一家拉皮在我心中可以和大家相比，难舍最后一滴。听我的。我可以先吃一口这个再听你的吗？你先吃一口，咱们再吃吧吃吧。吃吧，给我急的呀，来一口来一口。嗯，它这个芝麻酱会带点甜味儿，太合我胃口了。我奶奶没出息的样，这一口上天呀。我发现这个相机矮了，它自己掉下去了。好好吃好好吃好好吃。我想脱衣服能行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脱衣服。脱衣服疯了。公共场合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，这感觉像是一条蛇脱了自己的皮，然后就开始干饭了。看着香菜，这个包饼也是有技巧的哦，先把它这样，然后这样。这饼不会断吗？它是金饼，特别筋道。哎呀，它真烂了，因为我贪多不厌嘛。但是这样是正确的方法，能包很多。不管了，我先吃了。不咋吃了。玩砸了。他跟你们传授包饼经验，包饼经验就得出来一个结论：我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。包太多了不好嚼。满蒙羊肉粒其实就是烤羊肉，然后给它放下来，加了很多孜然、洋葱，还有炸过的胡萝卜，当然还有我们的香菜。想象一下，把烤羊肉串包进饼里，油滋滋、香喷喷。这是香辣肉丝、肉丝、炸辣椒、香菜，没别的了，但是就是好吃。吃一张春饼，同样都是两张，但是这个明显的会透光，这个就是比较厚实的那种。这次我绝对不会翻车了。哼，哎，按平按平。我这，看，厉害吧？能有点力量吗？在美食面前，美女都是这样的。看这个油滋滋、水汪汪，你不想吃吗？嚼不动了，上下巴出来了。咱们俩吃的太荤了，其实我觉得正常来吃的话，要一个荤菜，一个素菜，加上一个拉皮就够了。拉皮一定要点哦。疯狂抢吃。疯狂抢食。哎呀，都没了。哼。小王抢食后的成果。哇，你看我这个又是巨无霸。人生巅峰了啊！人生巅峰。你好，您是大哥吗？大哥，大哥。谢谢，不用谢。嗯。我突然想到了，就要抢你东西吃了。最后一口喽。那今天这顿饭呢，到这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，记得长按点赞哦。下期我们再吃点别的吧。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这都归我了啊，不准抢。